道，就是他们要求。同时呢，确实是啊，这十几年了，要是我亲手的患者是没严重到需要急诊手术这个地步的，那就是不至于的孩子。为什么呀？咱们是真正从病根入手了，还有四大生命通道，全身的医疗都组织成一条了。与老年人一起做病，用这个方法，它就是不一样。刚才说咱们是用上了，是吧？现在是三期药它用完了。功能想清楚，